气泡的威力强到可以打倒远方的汽水罐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有传言指出，空气中的烟圈竟然强到可以打倒远方的金属罐。在老师的指导下，两位主持人利用垃圾桶做出空气泡，准备来发射烟圈。其中垃圾桶分别以小、中、大口径区别来测试它发射的强度。实验结果发现，原来不同大小口径的空气泡都会影响其威力。所以在确认空气泡的黄金比例后，主持人搬出了这支改良后的终极版空气泡。发射后，金属罐果然顺利被击倒。为了测试空气烟圈的威力，制作单位加大了空气泡体积，并选择密闭的空间发射，减少空气流动。然而，主持人也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将浓烟灌入空气泡，以增加瞄准度。如此一来，就算是好几公尺外的金属罐，也是能顺利的被击倒哦。